不要拿你其他地区的一个风控标准来衡量美区，没有太大意义啊。基本上很多地区它风控体系基本上是顺着美区往下延伸的。大家会发现东南亚现在也开始严了，那基本上这个过程就相当于之前的美区。所以说，很多人拿这个直播的东西来去衡量这个美区的直播间没有意义啊。美区的直播间有可能还会去扫你的面孔的，你有可能不是亚洲面孔，流量就会少。还有这个原生网络的问题，所以说意义不大啊。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，它的风控更加离奇啊，比之前还是要严格很多的。像我上周这个万粉儿这个自然流出来的账号，时间也很长，然后开播的时候它会提示，就是这个有不适合未成年的一些画面，这个其实就很无奈啊。背景大家也看，就是光晚后边是汉字，在之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因为我是老号，权重还比较高，经常开播，所以说出现这种情况是很意外啊。那我可能想到就是最近这个各方面因素吧，这导致的一个情况。同时的话，我在这个一个网络下边，我放了有这个英区的，也有东南亚的。英区跟东南亚同样的背景画面，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唯独美区出现这种情况。为了研究这个东西，我上周拿我这个号，其实我就抱着这个账号死了的心去做的，就是对着全方位去开了重启，开了重启，上下左右后边人物、场景、模型，包括这个字，全部做了一个地毯式的一个检查。就是截止到今天，我其实能总结的几个点是：第一是像现在美区直播的话，如果说你认为你的号很好的话，那你尽量是保护好，不要这个背景很重要，背景的话不要放这个中文，这是我给的建议。可能有些人说这个影响不大，但是你们可以试啊。第二个就是你的场景一定要清晰，这个千万记住，就是你的场景画面，像我之前是镜头拉远的时候也出现这个违规，镜头拉近的时候它是违规出得慢，但也违规了。然后就是对着这个白墙的时候是一点违规都没有。这个真实的人物出镜，真实的模型在人物前面，后面是白板。这个反而是从头播到尾是没有违规的，然后后边的场景大家可以看，我后边场景其实有些这个中国文化的东西，还有最下边这个图案，最早我是认为这个图案可能出现一个大的问题，因为它本身是线条勾勒出来的，可能会出点意外，但是我在后来的测试过程中发现不是这么回事，即使把它挡了也是出现这个提醒了，然后更深层次的我想着，哎，是不是我的整个背景是一个红色？红色在整个直播场景，或者说我跟其他同行沟通时候，在整个背景体系里边来说比较耀眼，这种会不会被当做其他一种风格体现出来？这个是一个方面。从上周到这周连续测试了五六十遍，然后在这种情况下，我筛选出来的一个标准是：第一是它这个背景放在第一位，然后第二的话是文字。比较敏感的一些文字，大家是要注意的。然后第三就是清晰度，然后这个第四，你再去考虑这个同一个网络下边多号运营。所以说整体下来的话，特别是在美区的话，我可以把所有其他国家正对着这个背景都没事，但唯独美区的话，我是肯定会注意这个背景的。这是给大家传递的信息。